碗来啊。没关系，那个碗怎么讲都是不怕碗。Plato。Plato。啊，洗碗。Sino plato。嗯。啊，很干净，怎么讲？把你那个碗有没有洗干净？怎么旁边都有饭粒啊？很干净啊，还有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很懒惰，怎么讲？大卫。大卫，那很勤劳呢。都木出巴勒。都木出巴勒。哦。这你的孙子哈？孙子吗？孙子德鲁古话怎么讲？他们说拉给拉给啊。拉给。哦。马古。马古。你老家在哪里？萨库拉。哦，水源哦。嗯。巴甲吧。啊。萨库拉现在叫巴甲。没有萨库拉。他改回来叫巴甲。巴甲。就是菜啊，菜的。对。哦。那个萨库拉是日本的，德鲁古本来的名字好像就叫巴甲。巴甲。他们说巴奇克巴甲。哦，没到我的天。你有没有很会煮菜？啊，我是拿手的，不拉不巴的呀，拿会重要。那个刚前面那个厨师是你儿子啊？我拿黑吗？哦，拿肉的。你会做腌肉吗？腌我不会，那我叫那位来帮我腌。那个。我到时必须你是外国人吗？你们两个唱。你妈妈鸡排，你妈妈鸡排，好了，唱吧。没有，妹妹，你真的是夸张。怎样不脏啊？他就是牛逼大体。来，哎，来一下。哦，你真的是很勇敢的女生哎，你。腌肉德鲁古话怎么讲？西尔啊，我不能干。泰雅族叫德门面，那德鲁古话怎么讲？好吃怎么讲？马肉我滚的呀。马肉滚啊。马肉我滚。很难吃。那太好。很臭怎么讲？什么？烂掉了。哎，好烂掉。烂掉怎么讲？烂掉。死不了。死不了。那个 Denmark 是什么意思？ Denmark 是烂。也是烂掉。它跟不老差在哪里？什么不老？ Denmark 跟不老。Denmark 的是不老的。这两个差在哪里？差一样的。一样啊。那你生几个孩子？18。啊？十八哦，那个生孩子怎么讲？都尽大爱，有礼貌。咖喱鸡手，你咖喱鸡。哦，帮忙怎么讲？加一个。帮忙。帮忙。帮忙我一下吧，这样。加一个。做家事，有时候小孩子说帮忙要帮忙做多做家事。家里做个八分沙发。扫地怎么讲？什么事？扫地哈，那个窗户怎么讲？冷门，嗯，Berlin 的。Berlin，哦。Berlin 哈，因为那个跟 Berlin 很像 ，Berlin 是骗人嘛。窗户叫 Berlin 哈，门怎么讲？我太阳雨叫人吗？我当时皮皮。你大嘴皮皮，我弟弟叫我大嘴皮皮，我妹妹叫什么名字吗？我大嘴皮皮，我大嘴皮皮了，我上课我大嘴皮皮，我大嘴皮皮的课我大嘴皮皮。泰雅话妈妈怎么讲？我大嘴皮皮。雅雅念一次。雅雅噗噗，雅雅买头，雅雅买头。你跟谁学的？还跳舞的是皮皮哥。我不是大兄弟吗？哎，Undo，哦，忘记了怎么讲？忘记。是我黑古达。是我黑古达。那你有没有在教那个孙子讲德鲁古话？有，他孙子不会听啊。不是，你用以后教他们用手机，像我这样录你哈。他回去可以听，忘记可以重播。叫他用手机录你。你说过来，阿妈教你讲德鲁古话。吃饭叫门干哈贝。他录。德米沙果，他们不要，他们都是讲国语，台湾的。要，看这边，要强迫他学。
你懂吗？那个祖先把母语留到你这边后，不要断掉。我们都讲中国，我们都蒙古中国。你要用那个，把你看这边哈，用手机跟录影机录下来。叫女儿、儿子、女婿、媳妇买录影机给你哈，你每天自拍，以后 low down 我们120岁会死掉嘛？他就会那留给他们。对，每天现在每天拍哈，以后你老了，他的孙子长大了，他可以拿出来看，看你70、80、90、100、110他们会的样，对，每天录哦。那不买一台录影机自己在家里拍嘛？你们聊天就自己拍。你要常常拍，叫他们存在电脑存好。哦。拍1个小时、10个小时、100个小时，每天拍，拍到死。哦。懂不懂？你后面剩那个几张照片挂墙壁没有用。要拆掉照，要离开。没有，互相保留证据嘛。你要保留你的证据，没关系，你就拍。但是你那个东西先给它拆掉。好。那个电先拔掉。好不好？你这涉嫌到什么东西吗？你赶快去拆，你不要再拍我，我有权利哦。你也在录影嘛，好不好？你去拆了，赶快去拆了，哎。我知道我会去拍。先生，你刚刚就在，我不要你叫，我刚刚的证据忘记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就直接拔掉，好不好？你要窃占公家的所有电，所有财产，好不好？你不要随便乱用那个字叫窃占哦。你先把它拆掉，好不好？村长现在是有很礼貌性的跟你讲。你让你拆掉，这是你的线了。你现在70嘛？要看你。不是，你看，你现在70岁，好，一直拍到80，拍到90，拍到100。你老的时候也可以看到，100岁的时候也可以看自己70岁的样子啊。那个孙子到时候结婚又再生孩子。那个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要记得买那个录影机哈。每天自己拍自己，你拍母语啦，拍就是像这个的，这个是手机，还有一个是录影机，哦，那个比较高级，那个有时候可以拍100个小时，你拍完之后叫他们存在电脑，再把那个空的机器给你继续拍，你去养鸡啦，你去部落找人家聊天啊，都可以拍，一直拍一直拍，那个先生啊，坐在客厅就跟他聊天就录嘛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去医院看朋友也录。把录影机带在身上，到处录。那到时候录完之后，录满了就给他们，叫他们存在电脑，一定要录哈。那个很珍贵哈，你是就是国宝哈。那个母语，小朋友不管他现在要不要学，你先录下来。你不晓得以后哪一个孙子想要学，他就拿出来看。好，因为我们会慢慢老。这个房你们。房子啦，车子财产有时候带不走嘛。那个都有，怎么翻？乌拉拉木恩。那如果你可以讲乌巴布登古代下你那个，你要堵住他小便出来的地方啊。哦。我是太巴朗的土生土长的金虫。哦。带不走。对，但是母语你会带走，所以叫你录。你母语一定要录，留下来。对啊。以后他们有钱。可以买很多房子，问题是买不到你的影像啊，走了就没有了。一定要录哦，去买那个高级的录影机，至少5万块以上。你听我讲，摩托车后一台都快10万，二手的汽车也快10几20万，5万块拍。那个拍自己不要省，不是拍别人，懂不懂？叫他们，你生日的时候叫他们联合起来买一台，又不是你出钱。那你现在几个孙子？很多。很多。对啊，你的孩子孙子联合起来买一台给你啊。他们自己有他们的生活，没有办法。你拍完之后，那个影录影的有没有？可以给所有的孙子，他们可以拷贝嘛，可以复制，你懂不懂？到时候每一个孙子孩子都保留一份，那个录音很方便哦。你再算几个，很多，十几个？9个。啊，9个。那录音机按照妈妈看的。嗯。那要认真教母语啊，懂
怎么的？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我妈那个录影啊，等一下我再给你看。我那个发现是苹果的。等一下，那个你的德鲁古名字叫吗？伊玛阿汉属。阿布茨。阿布茨伊玛。阿布茨比林哈隆。大眼睛。暴露多亮。暴露多亮。暴露个屁屁。哎呀，不对。暴露多亮。暴露多亮。暴露个屁屁。哎呀，不对。还有能还要怎么样呢？见的。暴露多亮。阿布茨比林。大妈是比林哈罗。比林。你的爸爸叫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爸爸是比林。我爸爸是比林，你叫什么？再讲一次你的。阿布。阿布。你的国语名字叫什么？陈玉琴。陈玉琴。嗯。一个王一点哈、哦。对。钢琴的琴。钢琴琴。陈玉琴，老家是在福兴部落。那是我老公，他爸是农民，我是水人。哦，你是哦，八角哦，好。说那个有没有常常回水源？你不晓得，我们看看那爸爸、他妈妈、妈妈母的啊，你还有很多亲戚，应该有地在那边吗？大姐有。哦，你大姐现在几孩子？叫什么？哈登。啊？哈登。哈当，他叫陈玉什么？陈玉枝，树枝的枝吗？枝要按枝不知道。哦，陈玉枝哦，你们两个差几岁？我姐姐七十快八十了。哦，他有很多孙子了吧？我不知道。你们两个孙子谁比较多？我。你的多。哦，那他应该身体也很健康吧？跟着拿红的手也没哭啊，那么那个槟榔不要吃那么多哈，一直吃一直吃，等下口腔癌哈。不要的。有的那个口腔癌就切一半啊，没有嘴巴。我不要吃太多。慢慢减量，不要吃太多。所以吃的时候它会叫一。巴洛比比。因为那个比比里面有一个痘痘，有没有？对。挑衅了痘痘有没有？阴蒂嘛，阴蒂。对，那里面有痘痘。阴唇的上一层呐、啊。那个阴蒂比比，那个阴蒂怎么讲？德鲁话阴蒂。不嘟，嘟嘟，不嘟，不嘟，嗯，不嘟，不嘟。哎，阿妹族叫本怒，本怒。哎，怎么那么了解？不嘟，我没有老婆吗？杨洋，那个嘴巴坏掉哈。你是公司那个刷牙？不会啦，你都没有那个石灰哈。没有吃石灰。有石灰会红红的嘛？哦，你这还有牙齿哈？没有了，假牙。没有。那你怎么咬？牙齿个假牙的，我在打的，我跟着不是是假牙。啊，现在装假牙不用钱，有补助啊。65岁以上装假牙，原住民有补助，不用钱。我知道我们先付钱的。嗯，就可以申请了。就去装一个啊，比较方便，你可以吃东西比较方便。不要了，要了。嗯，很年轻，才人生70才开始。啊。那你这样，白天都在顾孙子啊？我还是这附近有种菜养鸡。哦，那一条干的，那条干这个还能。那平常有没有在运动？有，就煮饭吃，整理家里运动的。哦，那有时候在外面去公园走一走哈。我没有出去。不是，走路一下健康，就是那个早上跟黄昏的时候动一动。哎，一姐，叫哪个叫妈妈？是哪？就是。他们不用上课、哦。干爹娘，阿美族语怎么翻译？阿里半孤音呐，你说抠鼻怎么讲 ？QQ 万不不给。吹喇叭怎么翻？咪滋滋嘟棒啊。打手枪的动作怎么讲？啊？咪苏拉苏。你们那个做爱怎么讲？咪阿里。很爽怎么讲？阿苏爱。A 片阿美族话怎么翻？阿里拜都拉苏。你几岁，妹妹？妈、啊、都不理叔叔哈。你那个到了，我回去。嗯。
我这人要打人了，你怎么名堂都有？打打怎么讲？把公子哥的。把公，哎，可以再念一次，慢一点。把公你输的。把公你输的。你把公你输的。把公输给阿斗。我把公输的。那个给阿斗是什么意思？等一下的给阿斗。哦，把公输给阿斗。嗯，等一下的给。那个你欠打，你是不是欠打？怎么讲？没这样话。你是不是想要被打？怎么讲？把这说明不要问好。哦。弟弟，来一下，来一下。你几岁？一岁还是两岁？我都不理叔叔，我看。三岁。你们跟他开玩笑。我那个孩子，我就是到处能听会讲话。嗯。很可爱，怎么讲？德鲁话很可爱。德鲁马鲁蛋。就是好看的意思，马鲁蛋。哦。嗯。啊，你那个以前有，你会很会炒菜哦。你做菜很好吃。我拿不完啊，要煮坏孩子打败的后啊。下次给我吃一点看看哈。你那个儿子以前是厨师哦，他刚说是厨师哦，都在那个大饭店做一级厨师，很厉害。我让叫你臭，我让叫你臭，我让叫你臭。我龟头没有洗，啊、我龟头用牙刷刷，也痛哦、啊。五月经来了，五月经来了，五月见臭，五月见臭，五月见臭。五月经很臭。他有知道。白，你现在几公斤？五十啊，才一百多。肚子怎么讲 ？What？ 把路 What？ 要运动啊。运动啊。有没有在减肥？我刚吃点会吃蛮多啊，看到不？就是不要乱吃太油嘛，我很有的会高血压，健康嘛，懂不懂？那个现在几公斤知不知道？你小姐的时候几公斤？最漂亮的时候？28、26。是什么？是不是？26、28。公斤呢？我不知道，很瘦，很瘦，像猴子一样。哦，很多人追哈。我比较没等我打老了。你几岁结婚？21。嗯，蛮晚的、啊。那个，哦，那记得要买那个录影机哈，叫他们一起买很便宜。每个那个儿子、女儿、孙子哈，出一点，出一点。你说买一台给妈妈，然后你要录母语嘛，录老照片，录回忆，然后传给他们，不是又不是拿去赌博玩乐。我等一下那个录影机又转过来给你看哈，很重要。好，最后面再介绍，妈妈。好好，最后再介绍一下，你叫陈玉琴哈，几年次？40。40年次。没有。民国几年次生？我是63。阴唇怎么讲？我拿什么？我教呢？不会啊！你就说谁会教这个？嘴巴怎么讲？呱呱，你就呱比比就好了。笑怎么那么凶？先教给男生的器官怎么讲？大。女生？比比。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，还有背吗？大比比。你给我小声一点。好了，那个德鲁古名字再介绍一次。阿布，啊，那个阿朗巴加哈。马纳啊。对嘛哈，水源部落嘛。啊，好，满怀书包来哈，下次要录第二集哈，介绍母语哈，下次录第二集介绍母语，有经过的时候啊，啊。我的名字叫 Bihak， 就是那个小小婴儿的意思。Bihak， 因为我四个哥哥，我妈妈叫我 Bihak。哦。然后有一个妹妹，就叫 Bihak。Bihak。对啊。然后我的那个工作室叫 Udas Bibi。Mana ke Udas Bibi？ 我的
工作室的名字叫吴大师比比，吴大师比比，吴大师比比。嗯，我是比喻那个亚当夏娃生命的意思。哦，连那个吴大师比比亚当夏娃的，搞不清楚。没有，吴大师就是男生，比比是女生。哦，你懂吗？那个比比是很圣洁的，只是有时候我们会拿来骂人。我们孩子都是从那边生出来的，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故意用那个来骂人，不是那个地方脏。有时候我们说那个 holding holding 嘛， holding 会看家打猎啊，有时候会拿来骂人。还有那个 barbary， 那 barbary 我们会吃，它不是脏啊，只是有时候会拿过来比喻骂人。那个下次要拍第二集哈，拍你唱啊，贵国的南极的。下次要拍你唱，你现在做菜是？你现在煮菜？等一下我整理了，他就我老公都要吃饭。啊、哦，下次我拍你唱歌哈。嗯、啊，最后一个唱歌怎么讲 ？Muy yes。Muy yes。好，啊，麻烦小巴来哈。好，给你唱一下。对呀、啊，你睡饱了吗？按这个手机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按这个手机。你怎么都没有帮阿嬷忙？怎么帮阿嬷整理家里？我有啊。怎么帮阿嬷扫地？没有。没有哦。唱一首歌，快点！你要唱《我很好骗》吗？你要唱什么？一句就好骗。快点，弟弟。他几年几岁？三岁。那我唱歌可是，如果有人突然 cue 他，他就会跑。下次派他跟阿嬷学那个母语。你先看电视哈，等一下再补拍哈。来跳舞，跳舞，跳舞，快！你会跳舞？跳舞，你们叫做那个葡萄的架子啊。太脏了耶！干爹娘，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莫黑不不熟。鲁格族话跨沙小怎么讲？马努卡达安苏。啊，超级白怎么翻？大爷跟努比比苏。看这边跳。看镜头。啊！下去。那个是学校那个营养午餐哈。对。哦，幼稚园的吗？还是国小的？幼稚园，因为他们这个没有吃的，剩下的。嗯。好可惜，就算好可惜。嗯。哎，好吵哦。很多哈、哦。我在学那个。嗯。咬住这边怎么有水？八影，这边怎么有水？因为还没有弄干。哎呀！你我先跟你们讲哈，不要过。哎，你是怎么拿到这个？
五大师比比不尬，干你娘鸡巴！操你妈的吹喇叭！五大师比比，全在五大师，全在五大师比比里面一辆法拉利，想要钱人民币。我喜欢打手枪。我操你妈鸡巴！可以赶快来帮我吹喇叭！比五大师不尬，比五大师不尬，不尬是你的懒觉，比比是女生的比比，懂吗？姐姐是老大。我也说你哦。你儿子跟姐姐过了四个孩子。这个是男的，很难结婚。然后说，好开始后说阿妈那个泰鲁格话，女生怎么讲？阿妈，泰鲁格话，女生怎么讲？女生怎么讲？泰鲁格的女生。是你爸怎么讲女生？乌鸦。念一次，你要念一次。乌鸦。好，那你说男生怎么讲？泰鲁。男生怎么讲？乌鸦。你要。洗脑。不是。生脑不是洗脑，生脑念一次。生脑是什么？ FB 不能换，因为这个 FB 没有借换，那个好不能用。你真的是。这样，你为什么要上网？什么事情？你为什么要上网？什么事情？为什么要上网？什么事情？你应该知道啊，是你上的啊。什么事情嘛？那要问你啊，是什么事情啊？你找我干嘛？就是你上网的啊。上什么网？我放林依龙怎么了吗？啊？没有，我说我烧垃圾啊。你烧垃圾，然后呢？是你上的吗？怎么了？我女儿跟我讲的。你现在什么事情？我有影响到你吗？因为整个空气都是那个味道啊。是吗？对啊。那你死了没有？然后呢？那你为什么不讲台女？那台女不是更毒吗？你去检举嘛。你要去检举啊！你都来这边拍了，你今天是来，那你为什么不去检举呢？你今天是来恐吓我吗？我没有恐吓你，我从来不会去恐吓人。那你就回去了嘛。可是重点是，我烧的有比台里煮吗？我是问你。卫生局说可以烧塑胶吗？我问你嘛。我有烧塑胶吗？有可以烧，有没有烧衣服？那都是有毒物体啊！你那是木头吗？可是这里那个是我自己烧，我在我家烧，你烧整个飘到整个部落、整个操场都是。从昨天我闻到现在，真的不舒服啊。从昨天没有，我昨天没有烧哎。你现在要干嘛？我只是问一下你现在指责我是吗？为什么不能 po 文？你为什么？这是所有公民的权益嘛。啊，对，是没有。你现在来恐吓吗？我没有恐吓你，那你为什么不 po 台你的？我为什么不能 po 文？你为什么不能 po 台你的？你强迫我做什么？我没强迫你啊。那请你回去嘛，离开嘛。你都已经破我了，你有什么不破才你的？我有指名道姓吗？是没有啊。我有拍门号吗？是没有啊。那你还不谢谢我啊？你要收罚单吗？你要收罚单吗？你要让我收罚单吗？你要收吗？那请你离开，好好回去灭火就好了。什么叫灭火？那你就叫台女去灭火好不好？你先讲台女，再我现在打110报警。你打，对，你打，现在打，我等。